近日，在英国肯特郡的大型猫科动物保护中心，两只罕见的雪豹幼崽第一次走出巢穴，在户外晒太阳玩耍。这对雄性的幼崽是该中心4年来培育出的第一批雪豹幼崽，也是国际繁殖计划的一部分。雪豹生活于高海拔地区，近年来由于栖息地萎缩、食物资源减少、非法捕猎等因素，被列入国际濒危猫科物种。